医生，医生，不好了！我的妈妈生病了，快去给我妈妈看病吧！好，好，好，白雪，你别急，别急，我这就开车去给你妈妈治病哦。等我，我要开上我的救护车去治病喽！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护士，护士，这不是你的救护车，这个呀是我的消防车，我要开着我的消防车去救火呢。哎，呜呜呜！啊，不是我的救护车呀，那这个肯定是我的救护车，我要开上我的救护车去救治病人。哎呀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快起来快起来，这个是我的警车，我要开着我的警车去抓坏人呢。啊呜呜呜！啊，那也不是我的救护车，那这个肯定是我的救护车了。别急别急，白雪啊，我这就开着我的车去救治病人啊，赶紧的开车。不对呀不对呀，医生，这个是我猪爷爷的出租车，你赶快起来起来起来，你把我的车开走了，我开什么呀？我要开着我的出租车去拉猪奶奶逛街呢。呜。哎呀，那我的救护车呢？我的救护车哪儿去了呀？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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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医生医生，这个才是你的救护车呢，赶快上来，咱们一起去救白雪的妈妈吧。哦，我的救护车终于来了，哈哈，终于找到我的车了，上车。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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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